然后因为他个性真的听到真的让我觉得他很好笑，然后后来他我们就没联络之后，然后他就他就有一天他传一封简讯给我，我想说是什么，就打开来看，他说反正他那封简讯传得很正经，然后还有吓到，我说奇怪，平常一个这么天这么可爱的女生怎么传这封简讯，内容是什么？内容是其实我一直很珍惜这段感情，如果你不要的话我也没有办法。他发现了，他发现你劈腿，这才是你们这个失联的原因。糟糕，所以真的赶快你们斥责他，谁给你机会。小玉，你有什么话对伟瑜说的？男人都会这样吗？很就不懂，然后加上一直被伤害，我被伤害了三次了。那你伤害别人就不算，对啊，所以我就有一个警惕说，我对他我很抱歉，如果还能再看到他的话，我其实我一直没有那勇气跟他提起这件事。真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现在就给你机会，现在就是把摄影当成这个小戴，然后跟他讲小戴讲的话。在我身边总是像个妹妹一样，然后我也很喜欢你笨得很可爱的时候，只不过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伤害你，我真的很不应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的很想跟你重重的说声抱歉，真的很对不起。那你觉得你跟他还有没有机会？就是如果他来的话。我觉得不用说有没有机会吧，因为我觉得我跟他真的就很像我在照顾妹妹这样，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种感觉，就笨笨的很可爱。真的哈、哦、，Monkey， 加油！不要跟阿笨变成小玉一样。好啦，来，请到场中央。小玉加油！加油！看他这样子蛮诚恳的，我请按场，一起倒数。一下，大家好，我叫小戴。先让小戴讲，他那时候对你，对是怎么对你的，然后你有什么心情？我觉得很感动。坏男生真的，碰到这种男孩子被骗。你有没有看一下他劈腿的那个女生长什么样子？我不知道谁。就只是觉得受伤了，他消失了，是不是？就觉得他突然不见了。那现在先这样子来，伟瑜，你好好的跟小戴道歉，诚心诚意的道歉，看看他会不会接受你的道歉。跪下，要跪了哈！劈腿要跪下，劈腿的人要跪双脚，谁说的？去年的生日礼物我一直没办法送给你，因为我没有那个勇气。我依然记得你喜欢的是史努比，我依然记得，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去吃过甜不辣。我有说过我要带你去吃一家很好吃的甜不辣，可是一直都没有实现。希望还有这次机会，让我跟你说的道歉，对不起。错了，他还记得他有没有送过他什么东西，他喜欢什么，吃过什么什么甜不辣等等。小戴，有 OK 怎么样？你觉得愿意接受吗？反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就等一下，这时候把你的花都解下，花下来。愿不愿意接受他的道歉？如果愿意，就把花拿起来，然后呢，跟他一起，好，他会背你坐回他的座位上。如果
不接受的话呢，就从这边这样，头也不回的走出去。好，来喽，小戴，请选择。觉得他这个道歉算是诚恳，怎么样？觉得应该让他跪久一点再讲。真的好，真的。对啊，小戴，你很快就原谅他呢。之前在交往的时候，他对我真的很好。就带你去吃甜不辣，对不对？对。送你史努比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啊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你知道你现在要怎么做了？来一下，跪一下，跪一下，跪一下。今年会送，真的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他说他去年他想送，啊、一直不敢送出去。对，所以接下来再给他一个机会。他每次忘记我的生日。哎，过生日！靠，你这个真的是标准负心汉的个性。对呀。来，那小娜，你说一下你最欣赏鲔鱼的地方是什么？好了，算了，不要跪了，来，先起来，来讲一下。嗯，最喜欢他的地方是哪一点？最后有什么话？有啊，就是我们虽然很久没联络，我记得今年的母亲节，然后那时候我在练舞，他拿着礼物，他是路痴，所以他拿礼物到我家，然后一个人在家里傻傻等，要拿给我妈，就为了拿给我妈等好久，然后到隔壁去问，哎，那个是不是吴君彦家？然后他就在门口大叫啊，然后叫我的名字，叫我妈出来开门。然后他就把那礼物送给我妈。啊，所以连妈妈都照顾到了，算是有一点心机啦吼。这样很好，因为妈妈对我也很好，就常常请我吃好吃的东西。哦，所以现在要好好的抱人家回去。他现在要坐那么高，小心摔跤吼。你回去他的座位上啊，背背，用背着好了，用背着好了，背啊，好背，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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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需不需要我？穿裙子。哦，他穿裙子。好好，那怎么办？好，牵手，牵手，牵手。成为地位复合成功的男孩，但如果再让小戴伤心，我们可是不会再帮你的哟。下一位呢，小黑人。小黑人，你有什么感人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？我喜欢那个女生啊，她叫雪晶。雪晶。对。然后我们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、啊。然后我们一样都是躲避球队的，哦，运动健将，嗯。然后小学的时候经常会一起出去比赛啊。后来他因为他大我一届嘛，然后他就先毕业了。后来我也去可以去跟他读同一所国中。真的？对。你是为了这个女孩，然后去念这个国中？对。小黑人这样子。